声谢文等你来站稳。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呢来到这个由 McDonald's所赞助冠名赞助的这个东森新人王的 San Francisco 决赛现场啊！今天大家是为了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尖叫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是这个湾区知名 DJ 大胖。大家好，我是 Jewel， 我是2013年的新的清算小姐，谢谢。厉害啊！觉得他震的尖叫一下，觉得我帅的尖叫一下。Thank you, Thank you. 今天呢，我们总共有这个25位选手，就是会看到这个几家欢乐几家愁，好不好？但是输了不要哭，赢了不要太高兴。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评审，好不好？好好。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刘世天，是我们新岛美西版的社长，也是我们新岛中文电台的台长。接下来下一位，这个厉害，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这个比赛，好不好？东森美洲电视的总经理江宇桥妹姐，掌声鼓励！大家今天要掌声热烈一点，也希望看到一个好的节目。接下来我们下一位，哦，这个讲到他，我就是压力大了，好不好？对，他这个厉害，教父，好不好？教父，这个教不是假的，因为我当初呢，我也是被我参加东森新人王也是被教训得很惨，对。所以应该被教训。对，这个我们来郑重介绍一下我们的陈亮亮哥。再来是我们新岛中文电台的主播，也是我们节目主持人，我们来欢迎一下海翔。掌声、大家好，掌声加尖叫声，再来一次。谢谢大家，谢谢。好，再来欢迎我们海翔。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位，这个是湾区知名乐团这个主唱，不知道的人现在可以离场了，好不好？没有这个，这个大家都应该要知道，我们湾区最知名的乐团低调 D Major 的主唱彭家龙 Larry Pay。大家好，其实你们不知道也没关系，不要离场啊，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今天呢，总共这个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段，这个慢歌，大家请准备好你们的卫生纸，想哭就哭，好不好？不要吝啬于你们的眼泪。然后第二段呢，这个是我们的快歌，然后大家可能会有看到跳舞啊，脱衣舞，穿的辣一点，对，然后大家不要吝啬于你们的掌声，一起打拍子等等的。然后接下来呢，最后这个我们评审呢会选出有分数的高低，选出13位。我们第一阶段马上就开始我们的慢歌的这个 section， 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参赛者出场，来，我们欢迎我们第一位李振宇 ，Contestant Number One Joey Lee。这是一首爱情歌，之前有练过这首歌去考试，然后那段时间是我爸爸陪着我一直练，所以我的记忆都是跟爸爸一起练歌的时候，可以到全国总决赛吧。这个来头不小，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他是票选这个本年度旧金山最正的一个，你知道哪里票选的吗？哪一个？我自己心中。你不要让他不舒服，好不好？希望评审长得正有加分，好不好？他还没开始上，你就让他很不舒服。好，那我们欢迎李佳玉带来的街角的祝福。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他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好，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我们来听听评审怎么讲好了。我们先请我们的彭哥龙家龙，彭龙哥彭家龙。我觉得唱什么歌就要像那个样子。我觉得服装的搭配虽然很简单，但是腰带那边有一些画龙点睛的东西。我觉得有用心，
觉得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哦，所以在这个情感上的诠释可能稍微的薄弱一点。你想想看，这个街角的祝福，你站在一个街角，你是看了另外那两个人非常的幸福的感觉。可是我觉得那种酸、那种甜、那种苦，可以再加强一点。第一位就这么强，让我这个有点不舒服。真的没有不舒服，很舒服。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第二位，是我们的李威。Wishly， 我以前是学音乐的，学了很久，然后后来呢，就由于其实我也很喜欢学习其他的东西，然后由于其他的东西，我搁置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我觉得是时候去捡起来了。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去结交一些好朋友，然后享受这个音乐的旅程。慢歌是野子。我觉得第一首歌它能够表达人那种无拘无束自由的感觉，感受音乐吧，然后把自己想表达的声音表达出来，不辜负支持我的朋友们、观众们和在电视机前守候的你们。首先，先感谢我的老板能给予我工作和假期，这个很重要。然后，我觉得工作了之后，有的时候需要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也希望自己能够拾起一些童年的梦想吧。然后，希望试一试能够把自己喜欢的歌声带给大家。乱吹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吹呀吹呀，我只要不害怕，吹呀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为我吹进花园，任风吹，任它乱吹，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吹呀吹呀，我只叫不害怕，吹呀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常常我讲说，做评审三个阶段，三个症状：头皮发麻、眼眶泛热，还有心跳加快。以今天刚刚唱的歌，我三个症状通通发生了。刚刚你唱，我一开始觉得哎呦有点模仿，但又唱出你自己的感觉。在舞台上呢，我觉得在整体的造型上应该可以让我们大家更投入这个歌上面更多的。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可能这个方向你可以再多去学习一点，开放一点的想法，独特一点的造型。接下来第三位是我们的叶远恒。袖手旁观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男生本身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感性的一面，不过是不好意思会说出来的，所以想用歌声来表达这个痛苦的感觉。不是100%的，所有比赛都不是说你有信心就好，就尽力而为。我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难。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你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你的轻狂，断续从朋友口中传到我。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一开始可能你还是有点紧张吧，然后就看得出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有很投入啊。不过后段就越唱越好，你声音很不错啊，蛮厚的，应该很适合唱这首歌。我觉得那个声音，很有一个特殊性哦。其实在歌唱比赛当中，就是要有一些特殊性的声音嘛。那我觉得你的声音很特殊，但是他在唱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的闷锅闷在那边的关系，可能再稍微再开，或许是麦克风的关系，你拿麦克风的一个关系，我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闷在那边。接下来
是我们第几位？第四位是吧？我们第四位，欢迎我们的李景熙。流浪记杨宗纬的，就是唱的非常苦，就非常苦，非常苦。就我比较把握的好吧，我觉得应该是吧。对，就跟年纪没关系，就是唱歌的这个东西就是要感情。来自中国长沙，十六岁。十六岁，才十六岁，哇！小小鲜肉，那真的不行，叫你欧巴了。加油，好不好？好，谢谢。加油，加油。虚假，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谎话？别让我的真心散得像沙。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还能不能唱出歌声里的？十六岁可以把这首歌唱得这么入骨，这么销魂啊，真的很难得。继刚才二号三种症状之后，我要送急诊了。我们常说人要有特色，尤其是在唱歌的时候，你要有你的口气，一听就知道是你唱的歌。那你刚刚的确让我感觉到你有你自己的唱法，也就是为什么亮哥会感动到，因为你唱出了那个口气。然后当然中间在可能有一些瑕疵，但是有的时候这些瑕疵的存在反而让它更自然更美，表现很好。欢迎我们第五位，期待尖叫一下。等一下你们在听到他的声音，你们也是要送急诊了，我等一下先帮你们叫救护车好不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这个阿法。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我是从小就喜欢音乐，因为我的血液里流淌的就是音乐。然后我是2011年到2014年是去维也纳进修音乐，是鼓的专业和爵士声乐专业。第一首是比较经典的中文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我用吉他自己演唱的，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首老歌，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终将如何？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苍天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因为你是新疆来的，所以而且你的声音也比较厚啊，有点沙沙的，所以我一下感觉可能你唱刀郎的可能更适合你，唱这首歌也很有味道啊，很有自己风格啊，唱出那种有点沧桑失落的感觉。副歌出来的时候整个气势就弱了，不晓得是你心里情绪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我在期待一个高潮，但是没有到达那个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有一点点，后面有一点，我自己有点失落。听说呢，这个谭家良呢，他这个为了参加这个比赛，去了少林寺一趟。对，就去练了一下武功，然后争取多了好名次。两个人的灯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那变幻的脚步向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
有一天你忽然出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加尔湖畔。一开始唱的时候会闭上眼睛去想那个画面，可是我听到最后半段那个画面其实不见了。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个画面就画面感没有，这是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个地方。接下来我们下一位，于正清。之前有谈过异地恋，觉得这首歌比较适合我现在的心情和意境。目前我就是调整状态，只要是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些过往，然后把自己带到那些画面里去。你在错上，你在催我何时飞？如果渴望一个吻的余温，我关了灯，黑暗把我淹没。你不在，当我最需要我，你却不在。无尽等待像独白的男孩，你不在，高兴还是悲哀，你都不在，我受的伤才偷偷好起来，等你不在。有点像节拍器那个很机械式的那种感觉，没有说你像前面那一段的这么的自由跟放得开，所以我跟大家讲，你一定要练气，就是这么90秒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撑到后面的话，这个以后对你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好像可能是感情，对这首歌的感情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也听到有些走调了，那个感觉还是不够，需要多多练习这首歌。就是我们欢迎我们下一位9号歌经理。那些年的小幸运是我自己重新编曲然后改编了一下的一首歌，主体还是小幸运。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我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它会有多幸运。感情的问题，就是这首歌你可以把它唱得应该情感再强烈一点，它的平淡中间还是可以有一些让我们感动的地方。那当然可能也你紧张啦，所以我觉得快歌的部分要加油咯。今天你带吉他上台并没有帮你加到分，你已经做了伴奏，然后吉他在里面的部分不是那么的明显，甚至于非常的不明显，很乱，就是有你要在照顾这么多东西的时候，就变成像妹姐讲的一样，你的感情你就没有办法那么100%的放在里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10号赛米。我是伊朗裔的美国人，我选的慢歌是赵薇唱的《烟雨蒙蒙》，就是情深深雨蒙蒙的一首歌曲。看不清，看不清你的身影，我曾经对天呼唤，天在哭，我在哭，你在何处？往事一幕幕，伤心一幕幕，你的阳光，你的笑，把我今日孤独。烟雨
在他身上，他选的歌曲并不是一般可能我们的美国朋友、外国朋友唱《吻别》啊这种拔辣歌，他选了一个冷门的老歌，而且他的诠释让我们感觉他真的了解这首歌在讲的故事。琼瑶那一出连续剧，那种爱恨纠缠、那种痛心的结果感觉，他全部在他歌里表现出来。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曲啊？小的时候也看过《情深深雨蒙蒙》这个电视剧，就。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我感觉它能煽动人的感情，我就选择要唱。你的声音其实一直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面在转，还在转，真的。情深深雨蒙蒙都出来了，我那时候大概5岁吧。谢谢。下一位呢是我们的11号曾涛绿，可以叫我 Horace， 我是今年18岁，今天。唱一首粤语歌，叫做《蚂蚁》。但等我的这么死心塌地，都可把感情摧毁。你的突然离开，管我力竭与先逝，还是结功于心地，请把安抚放低，将管来拿走一切，想得我这样彻底。只好当踩不死的蚂蚁。你的音域是最广的一个，从最高音到最低音，你的中音跟低音，甚至于你的最低的那些几个音都非常的漂亮。然后刚才听你唱高音的时候，你转成假声，那个中间那个音程差很大，这首歌不是那么容易唱的。我觉得你表演得非常的游刃有余。一听咧好有亲切感，唱得非常之有感情，所以咧唔肯定啊，因为在座评判咧就净系得我一个系讲广东话啦。不过他咬字非常，又声音也很好很厚，我感觉唱得非常非常好。我是 TMC 广州翻译一下，他说他唱得很有层次感，对不对？是吗？不是好，你不要乱翻译好不好？下一位是我们这个林世明。我选了《心在跳》。我觉得有点在描述我以前的那些情景，所以唱的时候会比较有感情。我要对你多好，你要爱我多少，有什么重要？也许答案得走过天涯海角，最后才知道。听得见你心在跳，最重要。荣誉协办大麦中文电视，荣誉赞助 Jade Lotus from Japan 华美银行，许氏森业集团，长荣航空荣获航空界最高荣誉 B&W Monrovia 北美省钱快报，特别感谢协力伙伴